漂亮，完完整整。当专家打开棺椁时，只见各种珠宝玉石填满了缝隙，墓主人身着殓服躺在中央，一旁还放着锈迹斑驳的青铜佩剑。这是袁绍的墓，怎么会修建得如此豪华？带着疑惑，考古人员继续深挖，结果惊人的一幕出现了。在这座地宫的深处，竟然出现了一座潭水，上面的水清澈见底，仿佛隐藏着某种秘密。袁绍明明是战败的一方，为何陵墓比曹操的都奢侈？这汪潭水里又藏着什么猫腻？保持你的好奇心，接下来让我们走进袁绍墓的前世今生。1956年，家住河北沧县前高龙华村的居民在平野上锄地时，偶然弄塌了一个大洞，望着里面黑幽幽的，一个胆大的后生绑了根麻绳就下去查看，没想到诡异的一幕出现了。在手电的照射下，洞中居然有一条人工开凿的石渠，不知名的清澈流水正源源不断地从上面淌过，直到消失在黑暗里。由于年代久远，青砖又冷又潮，再加上环境的渲染，稀薄的空气仿佛直通鬼门关。正当这个后生吓得愣住时，石渠深处传来了一阵异响，好像有什么东西要出来似的。自那天起，村民们再也没人敢下去过。转眼间40年过去了，某天村外来了一群陌生人，风尘仆仆，手里握着器械，一打听才知道原来是县考古队的。在听完了村民们的叙述后，赶忙再次跳入了那个窟窿。2个小时后，一位专家欣喜地来到地面上，他边摇头边激动道，古人的防盗做得真考究。原来经过勘探，当年的石渠下真的有一座墓，而且是典型的汉墓，主人为了防盗，特意命工匠做成了楼中楼，第一层青砖砌就，以石渠掩盖，第二层才是核心，不仅有椁室，还有奢华的陵寝。可问题来了，这片荒原人迹罕至，究竟是哪位大人物会把栖息地建在此处呢？正当考古人员百思不得其解时，当地老人讲述了一则惊天的往事，这墓里不仅躺着一位了不起的人，而且千百年来还有狐仙守卫。哦呦，金光灿灿，这得亮瞎你的眼。当专家打开棺椁时，只见各种珠宝玉石填满了缝隙，墓主人身着殓服躺在中央，一旁还放着锈迹斑驳的青铜佩剑。带着疑惑，考古人员继续深挖。相传很久很久以前，古墓旁住着一户人家，因为家贫，儿子连给母亲买棺材的钱都没有。一天他正在睡觉，忽然梦中一只白狐开口了，我乃本地狐仙，世代守卫陵寝，墓主人念你赡养父母孝顺敦厚，特此赐你锦衣玉食。第二天小伙试着来到客厅，只见面前摆放着一摞摞钱币，还有锅碗瓢盆等生活用品，但奇怪的是每一个物品上都印着大大的元字。自此后，附近10里8乡的人便争着来墓前烧香许愿。虽然故事有些离奇，但还是启迪了专家们，毕竟在河北能建造如此规模的陵墓，还姓袁的有且只有一个，那就是大名鼎鼎的袁绍了。带着激动的猜测，考古队又对周围的地形环境进行了地毯式勘探，结果发现眼前的墓仅封土就高达8米，足有3层楼高，东西径长更是超过了52米，南北径长36米，粗略估计总占地1500多平方米。再加上古籍中的记载，可以确定这里就是三国名将袁绍的长眠之地。紧接着又一个疑问摆在了每个人的面前，众所周知，官渡之战后，袁绍百万大军一夜间荡然无存，自己的儿子们更是死的死，逃的逃，哪儿还有这么大的本事修建如此奢华的陵寝呢？为了找寻真相，研究人员调取了当地县志，结果不可思议的一幕出现了。漂亮，完完整整。当专家打开棺椁时，只见各种珠宝玉石填满了缝隙，人身着殓服躺在中央，一旁还放着锈迹斑驳的青铜佩剑。这是袁绍的墓，怎么会修建得如此豪华？带着疑惑，考古人员继续深挖。前年间，史学界关于袁绍死后墓葬的选址一直争论不休。据记载，官渡战败后，趁曹操不备，袁绍的尸体乘水路被辗转运回了老家商水县袁老村。
为了躲避敌人的眼线，只得悄悄出兵，葬在了附近的漕河岸边。时至今日，当地还有袁金滩存在。每年初一十五，袁家后人还会携香火来此朝拜。和漕河岸边这处简陋的金滩相比，河北沧县发掘的原墓就大气得多了。它不仅地势高耸，居沃野之上，旁边淌过的滹沱河更是见证了袁绍的辉煌。昔日天下谁人不识袁氏的大名，作为四世三公的后人，袁绍更是少年得志，初入仕途就斩阉党，驱外戚，声震洛阳。董卓祸乱时更是亲率十八路诸侯奉命讨之，其威武，其豪迈，当世人无能出其右。彼时的刘备、曹操只能缩在一旁羡慕嫉妒，而孙权还在娘胎里呢。公元199年，袁绍一举占领了幽、冀、青、并四州，手握雄兵百万，达到了人生巅峰。若非刚愎自用，小看了曹操，恐怕天下早就一统了。虽然官渡之战被曹军杀得丢盔弃甲，但冀州百姓始终感念袁绍的恩德，因为其主政时期休养生息，清明吏治，以至于兵败的噩耗来袭，家家户户走上街头奔走呼号。为了让九泉之下的袁绍有栖息之所，百姓士绅们更是倾其所有，打造了这座固若金汤又奢华至极的陵墓。而且每年四时节气一到，还会举家前来吊唁袁公。久而久之，以讹传讹之下，便有了狐仙的说法。今天看来，所谓的神仙守灵，千年未曾盗掘，都是百姓一代代暗中守护的结果。如今此地已成为著名的文物遗址，里面的宝贝等待着陆续发掘。由于保存完好，会给未来的历史研究提供海量的依据。正如《三国演义》开头说的那样，是非成败转头空，古今多少事，都付笑谈中。袁绍虽然输了官渡之战，却赢得了民心，对此你怎么看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。我们下期